即攞住個炸彈一手咁樣。你拍住呢邊啦。准备好了，开始。翻头，冇嘅，就一就嚟，冇喎，冇反应喎佢。翻头，冇嘅，就一就嚟，冇喎，冇反应喎佢。冇啊，我扭得唔实啊，可能。我去中间，我去中间 ，cover 我 ，cover 我，你帮我 cover 最近嗰座窗口 ，cover， 哎。次次阿 Kelvin 影住我都冇反應嘅，我想問下。咁推咯，一係。去而家，我你掉咗佢先啊！你掉咗我，掉咗佢先啊！都不许他输！
即攞住個炸彈一手咁樣。有換緊啲咩嘅？有冇彈出㗎？冇噶冇噶，唔使驚。你拍住依邊啦。开波！加油！哇！屌你老母 ！Nice。直，你可以入嗰个帆布，捐入个帆布啊！捐入个帆布，小心直线。我想打係翻唔到，冇有冇話冇啊冇啊，講笑呀 ！Kevin 過嚟 ，Cover 我入深馬度，哇大鑊喎！喂深馬，讓位，讓位嚟二嚟三，一攝。掉中咗自己有啊！執翻只假狗先，執翻只假狗先。
咩啊？咦，人呢？搭破攞。咁打完一日拎拎送啦，咁啊攞少上球場啦。不過感覺個場咧其實真係好玩嘅，因為好少有香港一個 CQB 場啦，可以又近打到近啦，又可以打到遠嘅地方。平均其實可能直線都有成三至四十米都有嘅，如果開曬兩邊場，更加唔止個數啦。咁另外最重要就係可以玩到音爆啦。咁啊，香港係應該係得佢依個場俾你玩嘅，因為佢樓底夠高啊，其實咁啊，所以就算攞嗰啲人用都唔係太過傷啊。咁啊，幾有愛國嗰種 CQB 場嘅感覺嘅。另外咧就係一定睇到啦，佢嗰個。其實市場區啊，其實都就咁玩佢夠玩咧，因為佢個市場區真係可以做三十零米咁樣嘅市場啦。你加埋個三倍鏡，哇！其實 GPP 嚟講啊，教學級其實已經好夠。咁啊，但係成晚俾鐘分鐘就係、是、其實個音爆原來裝錯咗啲嘢啦，咁所以變咗咧，令到佢成日都爆唔到。咁啊唔緊要啦，我後屘已經買咗一單啦，咁問下下次有冇機會啊，拍多幾段片嚟睇下啦。我話 Sam 啦，咁啊下次我哋再見啦，拜。